我真的昨天发了一些照片给我朋友去看，我同学他们说，哎，这是马尔蒂夫，我说都不能出国了，是马尔蒂夫，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在哪里？我说登嘉奴的那个浪中岛。他们本身的防疫工作，我觉得是绝对没问题。进来之前也是有 spray 的，来到这里又一次。我们在 MCO 期间呢，我们开发了新的山路，让所有旧的游客就地重游时可以有新的体验。然后除了爬山之外，当然哦，还有的下海。我们这几个月呢，依赖本地游客，可以讲如果有做到生意，都是输少当赢啦。平时所有的浮潜用具都会经过消毒，尤其是这个咬嘴。那如果顾客还是不放心的话，他们可以另外购买新的咬嘴。我们相信哦，国外的市场会慢慢的回来，虽然不能马上回来，但是我们也是要让他们保温。像很多人问我，哎，马来西亚安不安全呢？我说绝对安全，我自己做直播给你们看。嗯，好呀，欧西啊，欧西啊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要记得来登嘉奴州，来登嘉楼了，一定要把你老公锁住。